很客观的说，博吉你的失误比俊伟多了一点，我喜欢俊伟。谢谢老师，恭喜你俊伟卫冕成功。谢谢。很多的职业呢，不一定声音要好听，但是当电台的工作人员，不管你做主持人或幕后，其实多数的声音啊，都有一种磁性。接下来这位呢，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叫黄振修，我们来认识他一下。听众朋友们，你们对梦想的坚持能够多久？有一位黄正修先生，今年35岁，在家人跟朋友的眼中，他是一个爱唱歌的傻子。为了成为一位发片歌手，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从南部北上，演过舞台剧，当过灵演，后来成为一个活动主持人、婚礼歌手。曾经有一度，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想要放弃歌唱这个梦想。偶然看见节目里面许多跟他一样的素人歌手，还在努力地证明自己。追了17年的梦想，他知道还是要用行动来实现。听众朋友们，就让他为您带来一首美丽的歌曲吧。朋友姐好，各位评审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正修。为了这个梦想，我追寻了超过17年。为了唱歌，我甚至放弃过很多东西，到现在我家人还不谅解我，我父母亲对我一直是冷眼旁观的，他并不支持我走歌唱这条路。今天我会全力以赴，我要当歌手，谢谢你们。来，机会命自己掌握。我今天来这边就是要挑战我的命运，我选命运。严艺文上周由观众评审高票撤回。来自马来西亚沙巴的他，是拥有多项歌唱冠军头衔的铁肺型选手。机会是破纪录全胜10场。两个对我来讲都是魔王，都是魔王。好，来，所以拿出自己的信心来。好，来，艺文，请上台。艺文今天又不同的打扮。我先抱一下，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没机会抱。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是严艺文。好，请稍坐一会儿。来，这一位正修，是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带来一首情歌，《为爱痴狂》。好，《为爱痴狂》，请开始。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则会无恙。为何会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怎么你会变这样，想要问你敢不敢，像你说的那样你爱我，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现在郑秋，好，请稍坐一会儿。来，一文，对，我今天选了一首跟上个礼拜的歌反差还蛮大的一首歌，是一首台语歌。哦，对，想说入乡随俗，就来一首台语歌呗。来一首台语歌呗。妈妈你不对我讲，来，请开始。我觉得这一组其实很特别哈，你看，我觉得郑秋其实你很会唱，可是呢，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就很老派。可是呢，伊文他更旧，他唱演歌，可是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人就会被他这个演歌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除了几个的台语的咬字还听得出来有一点怪之外，其实他唱的完全到位。其实我觉得郑秋一直让我想到像殷正洋。就是得了好多届金曲奖，殷正洋，我觉得文质彬彬的一个歌手。其实郑秋你真的蛮会唱歌的，我觉得老派也有老派的市场啊。所以我觉得郑秋，你是说你吗？有刚才我们有看到，谢谢。伊文你太恐怖了，你从上一集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精神分裂型的歌手，但是我非常享受你的表演，因为我觉得。我很期待你演绎各种歌曲，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目前为止，我觉得你的表演是非常好看的。谢谢老师，非常好看。谢谢老师。好，现在我们要打分数了，我们来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好的，马上来看看观众的意见，也让老师有时间思考一下。好，这里有一群这个穿着浅绿色的衣服是什么同学？大家好，我们是松山高中松雨大传社。哦，大传社。好，谢谢你们来。你是社长对不对？对。那你先代表讲几句哈。你喜欢哪一个表演？我比较喜欢那个字正腔圆的郑秋。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唱腔不乎我所料，非常的咬字非常的厉害。嗯。然后有这种为爱痴狂，然后就是奋不顾身的感觉。是，没错。对，然后我也为他的那个头发跟他的歌声痴狂。好，太好了。谢谢你给他的鼓励哈。那冒昧请问一下社长，我们是椅子不够坐吗？为什么？这两位，这怎么？我也不懂他们有什么不喜欢的关系。来，你们两个派一个代表来报告一下。哦，伊是我的铺马啦。哦，你是讲伊像喵哦？对对对。啊，这是你的喵哦。他有话想说，对。好好好，请讲，来。哦，伊感觉伊文较好唱啦。哦，安怎讲啊？嘿，为什么？嘿，因为伊听了感觉伊诶伊。回想到伊妈妈，甲伊讲过，伫咧林地讲哦，身不由己啊。是是是啊，对啦。谢谢铺马猫哈，也谢谢这位主人。来，我们还是要看看分数喽。来，小英姐。好，可爱的同学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分数。来，分数是。
现场观众评审强力募集中，参加即有机会获得专业品牌医美保养品，详情请上。